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七个八舍新闻直播平台，我是主播赵云。今天要探讨的主题是变调的正义如何面对与解决公开羞辱。今天要采访的三位来宾分别是阅卷者刘云辣，大家好，我爱吃辣。香米同学郑同学，大家好，我爱香米正义。以及我们的社会心理学家刘教授，嗨。今天要介绍《乡民公审》这本书，请问各位来宾，这本书的内容主要是在说什么呢？这本书的作者强朗森是一名记者，这本书是他花了3年的时间探讨运用社群媒体公开羞辱阅卷者所造成的问题。书中所有关于公开羞辱的事件都是网上真实的案例，作者还亲自采访公开羞辱事件中的人物，包括阅卷者、爆料者和旁观者。尽可能呈现事件的原因、后果以及多方观点，让读者重新认识网络正义。那请问郑同学，你认同网络正义吗？当然，你想想看，我是在帮助那些弱势的人伸张正义、讨回公道，那些犯罪的越界者不太可能。那请问刘云爸，你觉得如何？可能世界上的人一开始是这样认为的吧，但到最后这些正义就变质了。有些的确成功帮助到受害者，但有些却加重了受害者的痛苦，甚至导致轻生。而书里有一位阅卷者曾提到，当时他认为自己在做好事，因为认为在做好事，就不会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谢谢各位的分析。接下来看到这起事件，有位阳气艺人被人恶意造谣，引起乡民公审，最后因承受不住选择轻生。乡民公审书中的贾斯汀·萨科，因为在推特发了一则自以为幽默的话，却被误解为有种族歧视的意思，就被公审了。这就是所谓的锁音效应吗？人们通常会将第一印象记得最深、最久，甚至颠覆了对一个人的印象，导致误会。其实，在羞辱他的人当中，一定有很多人基于某种原因而选择故意误解。是的，人的主见在团体中如同雨滴落入河流，失去了本来的方向。更何况肇事者，无论发生什么事，都是阅卷的错，为什么要说我的留言太过分呢？大家都有发言，又不止我一个人的想法，是非常不负责任的。强朗森在书中也曾提到，雪花从来就不觉得要为雪崩负责。你们听过路西法效应吗？这是由心理学家菲利普·金巴多提出的，解释好人怎么变成坏人，提到某些人通过匿名避免为自己的恶行承担责任。是啊，网络上匿名人士攻击真的毫不留情啊！网络上的恶意留言让我每天都万箭穿心，痛苦不已。接下来看到这起有名的幼儿园家暴事件，而此事件的组长也是我们的嘉宾幼儿园爸。一位儿子帮你买肉圆时抹了加辣酱，打发雷霆，还打了儿子一顿。事后东窗事发，被社群媒体放大，甚至到了热搜的地步。请问林教授如何看待？你比较在意热搜这件事情？因为台湾很常见漏搜这件事，所以阅卷者常通乡民常透过漏搜阅卷者来主持正义。但是除此之外，阅卷者的家人朋友也常常因为漏搜而导致个人隐私曝光，最后甚至有人因无法接受漏搜的结果而选择自杀。是啊，我儿子连在校成绩、平时表现都被刻意搜出来放在网上。其实这就是乡民们最常犯的错误了。或许他们开始动机是好的，可是他们不应该未经允许便公开他人隐私。是的，被说出之后，我和我的家人时时刻刻都很害怕。对好吧，你也会怕。当初家暴无辜小孩的时候，你怎么就不怕？我知道我错了，但是那些肉搜看出嘛，真的是证据吗？哼，肉搜你，总让你学到一点教训。别吵了，我回归正题。乡民的肉搜现象也可以利用各方的团体狂热概念来解释。接下来请教授补充一下团体狂热。心理学家勒庞认为，人们在群体中会完全控制不了自己的行为，自由意识被消灭，有传染力的狂热会接管，完全不受约束，人们无法理智判断是非对错，暴动也因此发生。是啊，根据勒庞的看法，人们在群体中一旦被群众的激动情绪影响，人格思维可能会因此堕落，做出违反道德的行为，甚至犯罪。他们的狂热就像在网络世界中的神经网络回圈模式，会不断重复强调同一个事件，并且遗漏部分细节。而被遗漏的部分则由过
些狂热想法。乡民公审一方面凸显大众对正义无法伸张的愤怒，另一方面以成熟的方式以暴制暴，却不能真正解决问题。菲利普·居金巴多的去根新马监狱实验就验证了这个理念。接下来请郑同学为我们说明一下这个监狱实验。金巴多在1979年进行了一项心理学研究，实验是由一群男大生来扮演九名囚犯和九名狱警，但实验不到一个星期就终止了，因为人性最丑陋的一面开始浮现出来。男大生狱警把囚犯当成猎人都不对待，并以施暴为乐。这个监狱实验结果正如郑同学所说的一样，人们一旦进入群体，就会像病毒传染一样，会产生出独自一个人时不会有狂热，甚至可能会在狂热中犯下无可挽回的滔天大错。台湾的乡民公审问题确实日益严重，这是现代人才有吗？当然不是现代才有的。在1787年，美国的开国元勋潘杰明·巴许便写文章呼吁废除公开羞辱的刑罚。网络出现之后，乡民继承了公开羞辱的传统，社群媒体成了公开羞辱的平台。就像乡民们用集体力量公开羞辱越界者，这是拒绝给越界者重新回归社会的机会。其实有很多越界者一开始在人生的道路上会走偏，是因为接受太多的负面认同。所以如果我们待人接物时能少一点羞辱，多一点尊重，或许很多人都会成为罪犯。那我们该怎么让乡民的正义重新归来呢？大家有听过回馈循环吗？回馈循环是空调吗？原理有点像，回馈循环就像是巨大的回声事，使我们相信的事不断被同样相信的人所加强。我先举一个正面的例子，在美国加州设有标示车速的号志，当驾驶时速27英里，在限速25英里以上行驶时，看到号志后，人员不由自己的减速，并且以时速25英里行驶一段时间，这就是回馈循环的机制。那我知道什么是不好的回馈循环了。真的懂吗？我当然懂，社群媒体上面也会有回馈循环，乡民们一旦进入留言群组，看到风向一面倒，就会被其中的恶意批评影响，留下恶评后，一直有人点赞认同，乡民们就会觉得自己是正义的一份子，像我就是这样的道理。润发说的真好。那是当然，因为我今天吃的肉也回家啦。是的，社群媒体的回馈循环把人锁在同温层里，听不见其他人不一样的声音。所以当我们在社群媒体里只能听到跟我们立场相同的声音时，就是该离开同温层了，打破社群媒体既有的回馈循环，才能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不一样的面貌。除了注意回馈循环之外，我们七嘴八舌频道还想提出另外一个解决方式，那就是国民法官制度。2018年后，各地方法院陆续推行国民法庭，鼓励民众参政。接下来请郑同学为我们说明一下我们这次去鉴定庭和物件留有争议的案件过程。事件主角分别是原告白小姐和被告花花空调负责人。白小姐买了70，因房子平数过大，产生了冷气不良的问题，要求花花空调全额退费，包含了清洁及安装费，总共66000元。那花花空调这么便宜，全额退费吗？本来愿意，但是白小姐在网络上发表了非常负面的评论，所以花花空调只愿意退冷气机本身的53000元，而且差点就要对白小姐提出诽谤的刑事诉讼。白小姐在网络上的评论对花花空调的声誉造成重大的负面影响，也因此损害了自身所有的权益。原来在网络上公审他人，自己也有可能要付出法律上的代价，所以我在这里想呼吁各位，不要再做错误和我家人了，也不要再去我家楼下炒辣椒了。虽然辣椒真的很香的，但是我家隔壁老王一闻到辣椒就过敏了。好啦，我会有那些乡民好友直接去法院看你啦，不，旁听啦。很高兴郑同学和润润爸终于握手言和了，或许这就是社群媒体带来的样貌，众生喧哗。接下来请林教授为我们说明一下众生喧哗。众生喧哗由俄国文学批评家巴赫丁所提出，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想法与表达方式，我们不必因为他跟我们不一样就攻击他、羞辱他。是的，社群媒体的伟大之处在于让没有发言权的人有了发言权。或许我们在利用我们的发言权加入公审之前，我们应该更留意多方面的消息，
让我们能够更理智的判断是非，而不是盲目的成为各旁口里的乌合之众。说到盲目的公正，我就想到一本书《我们与恶的距离》，它同时也是电视剧，里面对于社群媒体的公正有深刻的探讨。《我们与恶的距离》中有位角色叫李大芝，他提到媒体随意贴人标签，公开无故张弛的私人讯息，与正义背道而驰。就像《我们与恶的距离》中，为预知者辩护的律师王赦认为，再该死的人也有人权。预知者家属固然有失察之过，但他们毕竟并非真正的加害者。是的，这样子做只会间接造成预知者的家属受到更大的伤害，并不会真正解决问题。这本书透过争议事件，探讨公审与媒体乱象，藉由陈述多方观点，引发人们思考我们一般人与恶的距离。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不同意义的越界者。是啊，难道只有我出包吗？说不定哪天郑同学出的包比我还好大。正义是我的人生准则，我从不出包。很高兴郑同学这么有自信，可是很长的时候，我们与恶的距离只有一线之隔。是的，所以越界之前的预防和越界之后的修复都非常重要。我们与恶的距离的王赦就尽力去看清事件全局，希望能阻止下一个越界者真正越过界限的那一步。王赦也积极奔走，努力让越界者的家属和被害者的家属能达成修复式正义的协商。相比《公审》这本书，确实来说，现实中的我们，网络事件总是因为被人无数转发、被媒体操弄、被狗仔和有心人士跟踪、按热搜，导致网络事件的主角一个个被送上网络平台，等待被公开审判。雪花从来就不需要为雪崩负责吗？你和我和他其实都是一片片的雪花。就像刑事厅厅长粗俗的所说的，让我们透过参与，达到扩散作用，缩短社会与司法的距离。我们可以让社群媒体众生喧哗，让乡民的正义重新归来。今天的直播就到这边，请大家按赞关注，订阅七嘴八舌，并开启小铃铛。